括我们的一个鼓励，咱全台南市民非常期待的博物馆，今仔日已经正式在成立，预备正式立起一个纪念馆。那么在这中间，我一定要甲罗市长甲伊所有的团队，在这个中间对预备博物馆的爸爸妈妈对博物馆的支持。一另外，这个罗市长啊，特别派这个陈秘书长啊，做一个小组来对这个博物馆做做这个合作。咱们市长，我们共同市长来。这个咱起米这边车，特别这个我送上去，伊嘛起米这个工厂官方的一百个资料做，所以比较亮头的经验，所以要特别期盼这个林佳龙做这个博物馆的主任。我以前在做哪一个事情？你感觉哪个比较好？另外，这个黄顾问，这个在高中台啊，这个很高兴啊，是兄弟亲属见面，回家放放这个放松，戒掉一滴啊，不要感冒药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情况。这个科创板呢，我是爱介绍，因为这个创办人伊个这个事业，这个顺利发展，从开头了后，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讲事业发展了，伊要安那来替咱台南市做一挂非社会的工作，所以头先伊伊问。那么今麦滴滴病切掉后，今麦现在有人就是婚姻啊，家里啊就是婚姻啊。那么第三个婚姻，总共加起来在今麦就等于是实际在民政的也是说超过100人，有点吓人啊。一个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说博物馆。这博物馆从20年前开始，一个免费放参观了，一直到现在，计用差不多有900万人，对不对？到900万人来参观了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讲在台湾2300万人口内，第48%拢来参观咱这个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是。这里就放在侬边头用参观，他都话这个个景点嘛，比较方便侬。新的博物馆，我那是边头用参观，这是阮创办人一直坚持的，我讲好。边头用参观哦，哎，我后面直接当时用那就算了。这是当然开销啊，看起来吼，我能力我都累积，所以吼，我嘛爱认真来赚钱。赚钱，不是讲要直接落地啊，绝对一家人都要直接落地啊。我基米病，我不是去基米病开会吼，来讲，含一家人都无去。我甚至伫基米电子几十栋的中间，我含一家人都无去，有钱啊，剩我的钱嘛，我家己的。这个基米病嘛是讲创办人，无提钱那小事个，你这个关注多呀？你是钱有卡多做个？所以，阮真侪在，尤其是这个在文化里头，阮拢以这个
会的归回的心，的心情，哦，只有库存，无任何方面，想法，哦，所以这两年当中就是纯粹的做公益事业，啊，这个，等于将来，哎嘛，这个博物馆将来成立了，这个来参观的人数啊，一定足的，哦，一定足的。啊，尤其是咱这个建筑，我即马伫遮吼，我少建筑师。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因吼，那有人去现场参观，你甲我看相片吼，也阁无感觉这是相片。恁若去现场看，恁会感觉讲，这个建筑阁是非常的雄伟壮观，哦，这是咱台南建筑部的一个足大的特色。啊，包括一个外国人，你啊参观了，看了，有一个感觉很震撼。我想信讲，恁每一个人，那有机会看，一定机会很震撼。啊，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设计，做建筑师，我所了解，伊费头的十天的时间，专精性，全部的时间，拢总入去做这个建筑师，所以这点，我咱非常感谢，感谢。啊，我相信讲啊，蔡建筑师伊伫即个中间所付出的精神，绝对无白费，辛苦好干，你吼贵也辛苦，我相信讲你以后你台湾建筑界你是一个名建筑师啊，哎，你今天才来上来，好，下一次啊。开幕的时候，我希望讲蔡建筑师，你著带恁太太，恁一家人拢总来，一间就是我一个，好、哦，这是吼、哦，这是咱整个咱台南市的一个重要，咱台南市恁啊，行出去了，比较外外之讲，咱台南这个国，恁行出去了拢好啊。非常漂亮，啊、所以，各位呐，唔捌去看的人，咱看相片就对了。恁去现场了解，即卖也袂当去外口看一下吼，诶、啊，外口本身就是足水的，一个建筑，哦、啊。啊，另外，啊，我要去介绍一个啊，新包一个工艺呢。新啊！哎，我将来哈，这个创建的时候，我后边哦，也去介绍一下。